要吃它吗？饱满的感觉。为什么塞口要吃？我正在拍乡巴佬，在拍鸭子。所以看到鸭子是不是？跟塞口互拍。对，然后中餐就这两只了吧？蛮大只，蛮肥的。哎，我想问你们，就是温泉的那边有跑吗？还是回来拿？哎，投影机啊！好哦。其实我觉得吃那些你像吃那些不是，要跟当然要带投影机啊！等一下 Nancy 要做警报哎。抖的时候就会先传屁股。